那个游戏叫那个那游戏叫那个张老的鼻子，他去那个消防大夫，这块也不小，他看着都很紧，老是看着耳朵鼻子，不是你就是光看这边耳朵，但是你从那边儿进去了，你看我这耳朵这儿，他在说油慢些，他看他哎，他说你走着透着，咱们不敢弄的，对他们没要，他说你得这块药软化了以后一透就透着。人家不影响听力啊！我可我可我不可能，你不就是从前也给你说好了听见？还好没断，没两块大。心怎么那么大一块？那就是大片子，那个是两分多，两分多。对，这最少得五中间以上吧。那个是对，两边咋都形成不这样？那家伙耳朵里油慢，那些后什么呢？耳朵聋不？你牙边跳耳钉？我跟你讲。又一块，哦，再吃一块，再又一块，哦，这还是，嗯，中了，嗯。